中線是鐵路 2.0 最後一條開通的新線，現在起緊的大圍至紅磡段會將西鐵線和馬鞍山線連結起來，另外又會將東鐵線伸延過海到金鐘，形成一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網。是啊，為了貫通這麼多條新舊鐵路線，東鐵線、西鐵線和馬鞍山線未來會更新和提升信號系統。另外東鐵線會有新列車行走，而西鐵線和馬鞍山線的列車亦會增加車卡數目。那會不會影響列車服務的？放心，我們會爭取在每晚收車後的幾個小時測試新車，提升信號系統和安裝自動月台閘門。沙中線整體工程已經完成超過一半，預計2019年將會開通大圍至紅磡段，而紅磡至金鐘段亦預計於2021年投入服務。